约老师好，我叫贾斯丹尼，我是演员，也叫观音山。完了，好吓人啊！完了完了，等一下，红了，但是再笑点，我一个女朋友。你说了什么？我说他什么？我说我不认识李斯丹妮之前，我觉得他是帅的，但是认识了他之后，我对他很失望。